对啊，今天牧师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牧师的家人，邀请你可以来台前，让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Yeah. 我们要宣告今天晚上神的救恩充满在我们当中 ，Amen。我的神超越天地之上。他胜过恐惧和绝望，我不在乎面前有多少风浪。Yeah, it's gonna be alright. Yeah. 这时代在高声歌唱，因我主赐下自由。主生命将传遍全世界。Everybody say, it's gonna be alright. 因我知道他成全我大能话语，绝不落空，绝望时候他必要开道路。救恩已降临。Come on, 给耶稣最大的欢呼。今天牧师 ，Come on。时代在高声歌唱，因我主赐下自由，主生命将传遍全世界。It's gonna be alright， 因我知道他拯救我，大能话语绝不落空，绝望时候他必要开道路。神的同在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就在我们当中。我求主降临，我求主已经居住在我心。我求主降临，我求主已经释放我的心。我求主降临，我求主已经居住在我心。我求主降临，你相信吗 ？Come on， 你复活居住在我心。我求主降临，我求主已经居住在我心。我求主降临，你复活，你复活居住在我心。Come on， 宣告，你我知道。我要跳舞。
声赞美祝福，唱受圣灵名字的流，让光来跳舞，每个人都欢呼，让声赞美祝福，唱受圣灵。声音来到，冲破封锁的牵绊，一切都更新。
让赞美都归给他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主，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，我们宣告，主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所有的高墙都要倒塌。主，愿我们把我们的专注，把我们的焦点定睛在你的身上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。墙阻挡，我持彼岸倒塌，因你心事永不离弃。等候改变来临，征战彼得胜，因你心事永不离弃。你应许坚定心事，直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远总会过去，因你话语坚定，我心要称颂你生命。耶稣超乎一切，让我在你要再次赞美你，你应许坚定心事，直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相信的神，让我把今天晚上最大的欢呼归给他。Come on， 全员过去。Come on， 拍手。见你。
坚定，心事直到永远，到永远，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不离弃，你应许坚定，心事直到永远，到永远，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远。节目曲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，当我们上周在为今天的服事祷告，我们在问神说，神，你希望透过敬拜你要对你的儿女说什么话，而我感觉到神好像在对我们说，他不要他的儿女带着重担来到这个地方，却又带着重担离开，他不要他的儿女带着忧愁来到这个地方，却又带着忧愁离开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领受到，好像在今天晚上，神要医治，神的同在要来触摸一些人。我们领受的是，好像你现在你身体正在疾病的里面，或是你的家人在疾病的里面，然后你是照顾的角色，可是在你长期以来你已经有很大的疲惫在你的里面，你觉得这个好像形成一个高墙在你的里面，但神说他今天晚上要来释放，因为他说他为我们征战，而他必定得胜。所以我想要邀请我们当中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是你现在的状况，如果你在疾病的里面，或是你的家人在疾病里面，我想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而我们旁边的人，我想邀请你，如果你旁边的人 有举起手来，你可以来为他祷告。你知道当我们不断地在说这里是一个家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是每一次来到这个当中，我们只是自己与神连结，我们可以与他人连结，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就在今天晚上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必定要成就，好不好？你就开口为他来祷告，为着他所经历的祷告，为着你所经历的信实来祷告。你可以为他是否是他自己正面临在疾病的里面，或是他的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口来祷告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信实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良善，因为我们相信神是耶和华拉法，他是那位医治的神。所以就开口为他来祝福，开口为他来祷告，宣告神的信实在他身上，宣告神的保险在他的家人身上，宣告他已经得胜，宣告他要得着完全的洁净，宣告他心中的高墙要被倒塌，宣告他心中那个坚固的营垒要被拆毁。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神与他的家人同在，所以他个人同在，今天不去开口来祷告，西格雷雷，哦，西格雷雷，哦，西格雷雷，克雷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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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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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克雷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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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必须坚定，心事直到永远。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不离弃，你应许坚定，信实直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
说，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你永不离弃，你应许坚定，信实直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。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敬拜跟祷告的根基是在于神是那位信实的主，他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过奇妙的事情，而他要再做一次。我们真的今天晚上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好像我们的侥幸我们的怀疑来到神的面前，当我们敬拜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是那位为我们行神迹奇事的神。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大山可以站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困难跟问题是大过我们的神的，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跟感谢单单的献给他。最好帮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，今天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的被提升。我感觉神在对我们说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继续的来呼求，继续的来祷告，不要看你的环境，不要看你所碰到的那些的问题，主，让你的信心能够提升起来，与神的伟大，与神的荣耀，主，能够互相主来互相来互相的来回应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神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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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，让我们的信心来呼应你，主，让我们的信心来呼应你，主，让我们的信心来敬拜，向你来呼求。好不好？要特别为下个礼拜，我们有一个情感整全特会，我们要为这个特会来祷告。我们可以把那个 PPT 打出来，已经有1290个人报名参加下个礼拜的特会。然后我要跟特别跟大家分享，下个礼拜会有144位主任牧师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参加这个特会。你知道约翰他这样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来为这个特会祷告，为每一个来参加的学员来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让每一个人是灵魂兴盛的，让每一个人是情感整全的。神透过这个特会，更多将他属天健康的启示放在他的教会的里面。我们请同声开口，举起我们的手来，为下个礼拜的特会，为我们的领袖，为我们今天的牧者，或者为我们的同工，或者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神属天的启示，转让那个整个情感整全的恩典，那样子一个礼物赐给你的教会，那样子的启示更多的释放在你的教会的当中。我们来呼求你，沙拉拉巴巴巴德拉巴苏鲁什克兰，哦啦啦啦巴巴德拉巴德拉德拉巴德拉德拉巴苏鲁什克兰，哦啦啦啦巴巴苏鲁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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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我们的收割现在再过一个月，我们就要进入到整个圣诞的收割的里面。在为圣诞节祷告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个礼拜所做的梦。有天晚上我就梦见我跟 Bethel 团队一起去一个地方钓鱼的一个 retreat， 一个退休会。然后呢，我住在一个木屋的里面，然后我在那个钓鱼的 retreat 当中，我随便丢什么饵都可以钓到，
因为那些的鱼呢是抢着去咬我所丢出去的那个铃儿。然后呢，这些旁边的人他们就问我说，你开心吗？我说我超开心的，因为鱼都大咬，随便丢什么铃儿他们都抢着吃，然后呢这些的鱼呢都被钓上来。有一个人跟他的妈妈，我觉得好像是 Eric Johnson， 就是 Bill Johnson 牧师的儿子，他就问我说，哎，你是用什么饵啊？我拿起来看，是两个面对面的螃蟹。我的宁饵呢，它做的是两个面对面的螃蟹连在一起。这个宁饵超大，而且超级怪的，根本就不可能钓到鱼。来咬的鱼呢，都比这个宁饵还要小，但是他们就抢着吃。然后呢，他们看到我拿起这个宁饵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然后我就从那个木屋呢往下看那个河流，水太急太强了。我的心里面就想说，这个水这么急这么强，没有鱼会在那个地方，这一段是不可能有鱼的。但是当我走出木屋，走到外面，实际走到河边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个河水的水流还好，是很适合钓鱼的。所以我不知道我领受这个梦，当你听见的时候，对你的意义是什么。可是我们要来祷告，因为耶稣说，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要出去，不管在大林森林公园，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收割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把很多属天的创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也放在我们每一个小组的身上。很多人就会问说，你到底是用什么饵？然后呢，他们会看不懂我们所用的饵，他们会不知道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饵会钓得到鱼。可是神却说，如果我与你同在，我所赐给你的创意就能够使你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所预备的这些的活动，我们所预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福音的初级，这些的行动都是要为神的福音来效力，为整个传福音来效力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就举起我们的手来，我们一起来为圣诞节的收割，为我们的团队，为我们要出去到撒旦森林公园，也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很多堂的崇拜，都会演那些的戏剧，都会有这样几个主题。我们要看见神的教会要得人如得鱼，我们要看见神要将丰收赐给他的教会，因为他是丰盛的神。哦，我们同时开口来祷告。哦，是个啦啦啦啦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哒啦叭哒啦叭哒啦哒啦叭叭叭哒啦叭叭叭，苏鲁是个啦。哦，啦啦啦叭叭叭哒啦叭，苏鲁是个啦。哦，啦啦啦叭苏鲁嘟噜嘟噜嘟噜哒啦哒啦叭，苏鲁是个啦。哦，啦啦啦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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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鲁嘟噜嘟噜哒啦叭叭叭，苏鲁是个啦。主，你恩膏我们，把各样的创意，哦主，把各样的恩膏能力放在你教会的里面，放在你的团队的当中，主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得人如得鱼，哦主，人渴慕福音，让我们来彰显你的良善，让我们来彰显，哦主，你见证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人被吸引，要单单来归向你，主，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被你吸引，他们要涌进到你的国度的里面，哦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哦。你应许坚定，信实直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。你永远不离弃。你应许坚定，信实直到永远，到。所有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，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位置之前呢，跟三个人 Hi-Fi 说，让我们得人如得鱼。Amen, amen.